革命才子欧阳瑜，他既风流倜傥，又忧郁清高，还有点狂放，让赵薇扮演的角色呢苦苦追求了34年。我希望我能演出他身上独有的光芒。这部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剧本，前所未有的人物，前所未有的爱情。希望我和赵薇的表现能让您满意。1月10号，江苏卫视开年大戏《一个女人的史诗》，刘烨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精彩。拉发，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烨。我和赵薇主演的电视剧《一个女人的史诗》在江苏卫视独家首播。在这部戏我跟赵薇我们俩演的是夫妻，她扮演的是一个让我很感动的人物，很执着，而且对爱情很坚定。而且赵薇小燕子在这部戏里演的特别特别好，我觉得她是在那么多年里边可以说是另一个能让她让观众那么喜欢的一个角色。1月10号，江苏卫视独家首播《一个女人的史诗》，希望我们这对小夫妻能够让您满意，谢谢。